这有一个我们接一个，是吧？没有我们将来候着等候啊，随时为他们提供服务，确保啊我们公民到了就有人接。非常严重，我们的就是每天不间断的有枪炮声，说在18号下午6点钟到第二天凌晨一个窗口期，让我必须乘这个窗口期离开这个武装通渡区。